你进来干嘛？我们院长让我来帮忙。哎呀，外科金手指多金贵啊，你还是出去待着吧。机长的手也很金贵。有鱼啊，哎，我来做鱼。你会做吗？ 勺子，谢谢。行啊，我一直以为你妈把你照顾得很好，不会做饭。我会做饭，只是我妈在家的时候，我没有实践的机会。来，品鉴一下。稍等。